tackle. Face down，有点可惜吧。我觉得比赛能够打到现在这种份上，我觉得可惜，同时也我也会给自己一定这种肯定，因为毕竟确实自己在四分之一比赛的时候腰就拉伤，能够今天打成这样，我觉得还是不错吧。 本当にずっとリードされていて苦しい試合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そこで耐えて7ゲーム逆転して勝った自分に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って言いたいです。再一个方面，比赛里面呢，可能确实比赛打少了，到了这种关键分上，包括马上就要赢下比赛的时候，战术意识跟这种头脑显得不够清楚、不够冷静。 可能随着比赛的这种推进，我觉得也会一场比一场好。中国オープンから1週間経って、本当に盛り筋のように強くなっていたザンジケ選手に、ここで競って勝つことができたのは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。 现在已经达到我这几站比赛的这种预期的这种价值了。我觉得输赢，抛开输赢，能够总结到东西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这种收获和帮助吧。